城门被撞开，大军冲进临安城中。可这个时候贼寇都已设防一个晚上，疲惫不堪。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所有城门都已经被攻破。方天雷拦下陈凡，让他送西瓜出城。西瓜听闻战事，立马冲去找方天雷，宁毅一个人根本拦不住他。此时方天雷正打算拿出所有火药和董道甫拼命，谁知一夜大雨，竟将所有的火药泡坏了。官兵一致，方天雷的人已经和董道甫的人打了起来。陈凡来到霸刀营，西瓜正在召集弟兄们去支援。他和宁毅一样都想劝住刘西瓜，于是两人合作将西瓜打昏。陈凡向宁毅点头示意，随后便将人带走。最后方天雷被扣押，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妹妹提前送走，让他们去保护刘西瓜，但现在也不知道情况如何。宁毅带着陈凡和昏迷的刘西瓜出城，在马车里，陈凡虽然不知道宁毅用了什么办法，但如此轻易地救出了城，他也有些疑惑。另一边，董将军带人在火药库中搜查，竟发现了被保护起来，完好无损，对他们来说是件大好事。楼书婉收拾好财物，正打算带着几个受害女子离开，突然想到房中可能存有暗格，他四处查看，竟真的发现了大批银两。他们一行人肯定会有出路的。西瓜此时也意识到了宁毅有问题，他没有迟疑，走到了宁毅面前，质问他是不是密侦司的人。宁毅没有躲开刘西瓜打自己每一个巴掌，西瓜还一直在质问宁毅，宁毅不再回答，细细劝他不要救方天雷，教他如何活下去。刘西瓜很崩溃，他的父亲就是被密侦司的人害死的，他痛哭着让宁毅滚，再也不愿原谅宁毅。宁毅失落地坐过陈凡等弟兄面前，他僵硬地笑着，笑着笑着又哭了，仿佛在怀念过去在霸刀营的美好回忆。楼书婉将父亲、哥哥还有鲍文汉都埋藏在了一起，带着手下的弟兄和姐妹一起离开了临安城。临安城中的贼寇都被押入大牢，百姓的生活都得以恢复。苏氏二房做了一晚上的富商梦就这样结束了。董将军对宁毅称赞连连，询问起他们布局的整个过程。宁毅没有隐瞒，他早在赐婚时就已经猜到了方天雷等人对他的不信任，干脆将计就计。他们发现方天雷等人将火药藏在了粮仓中，于是宁毅找妻子苏檀儿做了防水布，而李平几人就是去布置现场的，苏氏二房则揭开梁上之瓦，最后利用婚宴麻痹方天雷，这才得逞。陆鸿提没有对刘西瓜追究到底，还打算对霸刀营的弟兄们招安。宁毅去牢中询问方天雷幕后之人，方天雷并未作答，只是称赞他已与魏号令，妙得很。临安城中大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面前，贺太师并不紧张，
方天雷对于他来说已然是一枚弃子。临安城战事告捷，宁毅等人也终于可以启程回江宁，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死去的耿护院无法与他们一同回来。在江宁，竹记已经开了许多家的分店，没想到他们此番到临安竟然待了那么久，李平四兄弟都感慨万分，他们更加珍惜如今的生活。而在苏府，老太爷和苏檀儿的母亲早就等候多时，